本节目之外，还有更多好戏在 Vox TV 任您下载。那个蛋黄哦，我们会先切开，这样会比较快熟。但我不说压了有，已经压了啦，但是压的不是很好看啊。但是是卤煮的，对，它保质已经熟了，因为为我是老老的。其实这种红，很像这叫什么？这道菜的，这是 winner。他的意思是只有这道菜是 winner。三菜一汤，星期二晚上八点，八点档。